好，选战倒数了，带你来关心目前花莲区立委的选战的情况。在1月2号的上午呢，立委傅昆萁一早7点半就率领了竞选团队以及志工，在花莲县长徐正伟、县议员吴东升、韩丽梅、国民党张义华主委以及多位村里长的陪同之下呢，在花莲市的中山路以及中正路口，向往来的民众以及车辆恳托请安问候。而同时花莲县市13个乡镇傅昆萁竞选服务处团队也在各乡镇的重要路口竖起旗帜，以及象征侯友宜傅昆萁的三号标语，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工作天凝聚力量，展现团结气势，向全国各地的乡亲拜票恳托。立委傅昆萁、县长徐正伟及竞选团队分别站在路口的四边，用大声公向往来车辆以及行人问候恳托，希望民众总统立委票投三号侯友宜、赵少康以及傅昆萁，让台湾和平、人民幸福、花莲发展。在恳托拜票同时，也提醒人车注意交通安全。受到路过的民众热情的回应，有民众忘情高喊傅昆萁动算、侯友宜动算、花莲人加油、国民党胜利，更有行驶车辆摇下车窗比出 OK 的手势。今天是我们全国所有的乡镇市、所有的县市，我们一起集体为侯友宜来加油，为赵少康来加油，为国民党来加油。希望这一次能够得到全国乡亲的支持，能够给国民党一次执政的机会，让所有我们中央对花莲台东的亏欠，所有的基础建设，能够还给我们的花莲，还给台东，还给东部的人民。再一次啊，希望能够给国民党一次机会，给两岸能够和平发展，能够台湾安定繁荣，乡亲能够安居乐业。我们再一次为侯友宜加油，为国民党加油，为赵少康加油，为台湾加油，为花莲加油。侯友宜动算，侯友宜动算，侯友宜动算，友宜友宜友宜动算动算动算，赵少康动算，赵少康动算，赵少康动算，少康少康少康动算动算动算，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。选前倒数11天，2024开工第一天，蓝军全国路口连线拜票，展现团结的气势。傅昆萁动员花莲县13乡镇竞选团队，站在路口向乡亲诚挚恳托，务求赢得胜选，为花莲争取交通建设以及大发展。记者邱永华报道。